让大家跳起来才应该的。有有有，在右半边打得蛮扎实的，来看一下最后球是打在全打墙上，一分要回来是不成问题了。又是你林子豪，真的要靠他打，连续三场比赛都敲出安打，而且破蛋通通靠他。嗯，子豪长大了，这支二垒安打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二支安打，带回一分。回声狮队追到了1-3，两分差。是这个球打得有够快，非常这个平飞的球啊，戴笠打得真的很好。哇，这完全被他咬中的平射炮啊！对，如果杨甲再做高一点，有可能飞过去。所以狮队应该会蛮喜欢这场雨的，遇水则发。不过因为一垒上是老胡啊，这个就不要苛求太多了。